算年月日，这个可能算天比较简单。如果我们用刚刚的如果我不用 day 底符啊，其实你会发现直接等于什么？等于前面这个日期，后面日期减掉什么了？前面的日期，有没有？因为越来越多嘛，对，然后呢打勾，你会发现哦，结果一样可以算出天数，哦，啊，算天比较简单。可是你算月怎么办？你总不可能说哦，把所有日期除以30，那当然接近，但是不正确。那年的话，你不可能全部都除以365，因为有闰年的问题，有366，每4年会有一年的闰年，那怎么办？好，所以基本上如果算年哦，你可以用另外函数。这个函数的话，不过我刚刚讲过，你不能用什么插入函数，但是你可以用打的 date，但记得不要打错哦，DIF，date，DIF，好，前刮弧。然后呢，它需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比较前面的日期，前面日期就这一个。啊，但你要两个比的话，你记得哦，不要颠倒。这些同学比较常遇到的错误是两个顺序颠倒，不行。啊，还常见什么？这个函数哦，打错字了哈。OK 哈。第二个的话呢，后面的日期。第三个的话，比什么？给一个字串。如果你给 Y 的话，那表示说它要比年哦，两个相差几年打勾。OK，好，那你想说26年？不过呢，特别注意哦。它这个地方哦，比较特殊的是，它会把两个日期，它的月跟日也比一下，也就是说它有满才会多一年，所以8月15到10月10已经满了嘛，哦，那如果把它改成什么，8月12的话，还没满，对不对？哈，Enter 少1岁，意思就是要满哦，满了才算哦。OK，好，那所以哈，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当然，如果你另外一个逻辑说，如果你不想，反正我只要看年的部分的话，你可能比如说我只要看2016减掉1980的话，啊，那这个地方特别重要，你就必须用另外函数了。用哪一个呢？year，你要用什么？year 把那个日期，哎，把那个年抓出来，再去减掉后面的 year，哦，这样才 OK 哦。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用 year。year 的话，哦，就是把这个的年抓出来，2016，所以你会发现它原来是这样啊，抓出来2016，然后减掉什么呢？减掉前面的 year，好，OK，这边把它复制一下，直接贴过来，这样比较快一点。然后这边的话，把它改成这个，前面2016减掉1980，有没有？它还是26，这个是会管月跟日，这个是不管，反正呢多少年就多少，反正就是年到就 OK 哦。那月的话呢，当然哦，我们可以插入函，不，这边不能插入函数，这边一样是 date，所以我把它复制下来好了，直接等一下，直接改什么？改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这边把它改成 m 的话呢打勾，OK，313，好，啊，当然，这个的话是改成 d，当然不过哈，如果比对那个天数的话啦，其实这个我觉得比较，结果都跟刚刚一样，好像反而哈用刚刚的方法比较简单。后面的日期减掉前面的就 OK，那后面这个地方哈、哦、还有三个，哎，这什么意思？因为你减完之后，它会有剩下来的月嘛，比如你年减年，啊，它一定会，它会如果有超过，它就会加一啊，如果没有超过，它就是没有让你再加一，那可是会有月份剩下来的，所以呢，如果你减完之后哈、啊，你希望再知道还有差几个月的话，你可以用 YM。YM 是说减完年之后剩下几个月，OK，那 MD 的话呢是减完年跟月之后剩下几天，哎，那这个哈、哦，如果说把这样逻辑哦用在这个地方，底下有一题哦，我们如果说希望这个人的生日19728月5号，他到今天为止他几岁？几个月又几天？哎，这个地方哈、哦，所以如果说呢，我今天希望能够做到比较精确的结果的话，你可以用先算出他几岁，再剩下来几个月，再剩下几天，那这三个凑在一起，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试一下哈、哦。YM 指的是剩下，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年的部分已经算完了，那剩下来就是什么？8月15
到10月12相差几个月的意思，相差一个月，有没有？年已经扣完了嘛，对不对？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 MD 啊，比较关键这个 MD 是如果年跟月已经都减完了，那15号到12号相差几天？也不过特别注意哦，你会发现哈，如果前面比较大，后面比较小，它就会算是。这个后面的日期哈，它就会算下个月的12号。下个月的12号的话呢，那就是27哈。那请各位试一下啦，也许把这三个哈，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把它串在这边，能够算出精确的天数，该怎么做？那里面的话，可能比较困难的点哦，应该就是，里面还有一个字串，我希望把算完的结果，把它放到这个 n 里面。有点像是那个 VBA 里面的变数哦，好啊，怎么把它取代掉？OK，来试一下，把画面先还给各位看一下。那精确当然我们如果用 DATIF 的话，等于什么呢？一样嘛，我们要先算几岁嘛，DATIF，所以记得字不要拼错哦。第二个的话呢，跟前面的日期比，逗点跟今天，到今天，那今天的话呢，你可以输入一个 today，小括弧。特别重要，这个小括弧一定要加哦，today 小括弧，这个把函数抓到今天日期放在这边，逗点，比什么呢？比年，好，他几岁就出现了，打勾，这个时候呢几岁？45岁，OK，应该没问题，1972，45岁哈，OK，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要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再算他什么呢？算他是几个月？又几天的话，那所以你可以怎么在后面这个地方把那个岁到天的部分的字串把它选取复制之后的话，再到这个地方把它串接一下。特别注意哦，因为我们是取了一个事实，你不能直接说把资料加到这后面，必须要把它当一个什么？当一个字串处理。所以一个公式得到的结果and 后面呢，请你加上一个字串，打个勾，OK，假设这样打勾哦，那你会发现45岁，n 个月又 n 天，那这两个 n 怎么处理？其实这个处理方法跟那个放 i 还蛮像的，有没有？所以第一个先把这个 day diff 这个 Ctrl C，有点像一个变数啦，那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 n 里面的话，一选取它，二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and 移到中间，把它怎么样贴上去比较好了？刚刚这处理起来跟那个放 i 还蛮像的。那这边的话就是 ym，意思是说算完年之后，那告诉我说它还有几个月，5个月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地方，不过它生日还没到那再来的话呢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几天的话，那就把它什么，再一样，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and 再移到中间，再把刚刚的公式贴上，把这边的嘛，剩下几天的话就 MD，OK，打个勾，这样就完成了，把它向下填满，其他人的生日呢，就可以算出它精确到今天为止是几天那另外的话呢？底下后面我们会讲到有关 VBA 啦，不过 VBA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因为 DATIF 这个函数呢实在太好用了，那在 VBA 里面呢有类似的那个函数，可是跟 DATIF 一模一样没有，有什么 DATIF 加一个 F 啦，DIFF 多一个 F，可是用起来里面的参数就是不一样。而且算也不见得能够算得很精确，所以以这一题来看，最好的方案是怎么样？干脆我直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直接丢到这边来就好了，有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要交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公式丢到储存格里面，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想不出有什么方式直接拿 VBA 来用会比它的方法还更好的话，那倒不如你直接把公式丢进去就好了。以这一题来看就这样。公式丢进来，完成了，一键就完成了。年龄再把它清除，那可是问题你要把它输进来，它里面你当然你不点进去不知道了，点进去，当然你有上过 BBA 的课才会知道说哦，原来
你是丢公式哦，你不是算完之后才丢结果，对不对？一般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反正看到谁会管他里面是，老板不会问你为什么怎么做的啦，哈、哦，反正看结果为原则嘛，对不对？哈、哦，再不然的话，如果你不希望让人家知道结果的话，你还可以把它保护起来，隐藏公式就好了。OK，也是一个方法哈、哦。那、啊、另外一个清除，可是问题来了，那我要怎么在这个范围里面哈、哦，自动去把公式丢进来？方法原理就跟刚刚一模一样，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哦，哈、哦，这个问题是说里面的双引号哈、哦，其实还蛮多的，所以我建议哈、哦，如果说呢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有个方法，因为我第一个把公式变成两个双引号，那以前是乖乖的，就是复制。对，然后贴过去，可是呢，改经常会改错，真的，你用肉眼看真的会容易失败。后来我想到一招，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利用什么，记事本，贴上，编辑，什么呢？取代，一个变成两个，这样子有没有？全部取代，有没有？再怎么样呢？贴过去，万无一失，有没有？因为有时候你公式这么长啊，像我之前真的哦，我就从头到尾很认真的这样看看，贴过去还是错，连我后来想说，对哦，连我都做错了，那你们更容易做，所以想说有没有更简单的啊？有，刚要取代一段，不过特别重要，你只要取代一次就好了，你不要取代两次变多一个了哦。所以这边取代完之后呢，再 Ctrl C，再怎么样呢？贴到我们这个按钮里面，应该刚刚有做过了，所以我把刚刚的部分哦贴过来啊、哦，因为特别重要，贴到哪里呢？输出到 H 栏，for i 等于15到19了哈、哦，那把它贴上，第一个就完成。不过你第一个贴完之后啊，如果把它 run 一下执行，它会是都抓第一个人。第二个是什么呢？把这里面呢，只要有列号是从15列开始的，有没有？直接把它改成 i，那这个可能会要小心啦、啊。啊，那你就背口诀嘛，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end 再移到中间，打一个 i 嘛，哈、哦。然后呢，这个 end 前后加空白就好了，哈、哦。把它多背几遍啦、啊，应该就滚瓜烂熟了，哦，闭着眼睛都会做对。然后再来怎么样？复制，从双引号到双引号复制，只要看到15的地方贴上。这样最简单吧，应该看懂那意思吧，哈、哦。不过这个可能要小心了、哦，不要贴错了哈、哦。然后呢，再到后面看有没有15，哎，又一个15，对，这样很简单嘛。我想，只要你这些细节都注意到了，真的很快，你很多以前写过的公式一键啪啪啪啪，全部都跑完了哈、哦。因为之前就有同学学完之后，然后也真的有 demo 了，因为我们别有些地方课程比较长，有请他们上来 demo。他就一键按下去，啪啪啪啪啪，全部好多，哎，整个报表就自动完成了。好、哦，但是再来可能要牵涉到一个问题，效率问题，因为他在效率不好，他要跑很久才能跑出结果。再来才是那个效率问题。不过我们先不管那个效率问题，因为你要先做出来嘛，至少比你自己做效率高了啦。电脑来跑总是比较快。做完之后呢，再加一个按钮，清除应该比较简单，输出，哎，有没有？两边的结果就一样了，好、哦、啊，其实这背后都是丢公式，哦，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哦，试一下哦。所以如何把那个你原本写好的公式啊、哦，丢到你指定的储存格？哎，这一招真的还蛮好用的，哦，然后如果你工作里面哈、哦、有类似的这种。相关的应用，你希望把它一键完成，哎，尽量都多去练习，哦，慢慢的啦，我想这个也是阶段性的。如果这个部分熟练之后啊，将来也可以再思考说，哎，如果我不用丢公式，在 VBA 里面有没有什么方法啊，可以帮我做出一样的结果？哦，啊，不过那个可能要慢慢，也许阶段性的再做哦。